春雨。早上8点啊，我在你宿舍楼下等你。千万别，我早上至少要睡到9点钟，否则我一天都没精神。你忘了？知道，早上8点半去医院做复健，怎么会忘了？逗你玩儿。我就说嘛，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忘了？哎，高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们是？学长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大世界那关键的游戏。哎，那我哥呢？就是送外卖那个，你帮过他的。哦，我给你看的照片啊，你看，就这个，你想想，记得吗？其实，春叔跟我说了游戏的事情。或许是因为我的意识在系统里面受了损，所以这段时间的记忆都消失了。抱歉啊。哎，那清幽呢？清幽是从一开始就跟你进游戏的，你不会连他都忘了吧？抱歉啊。记不记得我根本不重要，但是你怎么能忘了春雨呢？他明明帮了你那么多。青瑶，这个话也不能这么说嘛，是吧？你俩主要属于高手协作啊，互相抵消了，谁也不欠谁。可是他们俩明明都在一起了。青瑶，我还要去医院做复健。爸爸，走吧。下午1点半，爸爸走。哦。哦，青瑶，那个我们那个学后课要迟到了，快走。春雨，迟到了，要上课了，姐妹，快点，快走，咱走，咱走。春雨，他们刚刚。我没有回去吧。帮忙找我，我下楼一趟。我快递到了，我也去。走走走，一起。春雨，高权失忆的那个事儿不是他的错，我刚才不应该那么说他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。我是担心你，
不过我想说的是，你一直都是我们这里面最坚强、最厉害的人，而且你和高璇的事我也看在眼里，我也衷心祝福你们。所以你一定不能轻言放弃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，你都可以和我们说。春月，知道了，谢谢。所以，顺其自然吧。04-19，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。哎，希望春雨能够没事儿。春雨，跑步啊？啊。是老样子，倒是你一个人啊，在那边没人管，要不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？我肯定能把自己照顾好。最近这生活跟学习都挺顺利的，有点安心。这个除了生活和学习呢？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说的那个特殊的挂念，进展的怎么样？跟妈说说。什么特殊的挂念？你上次电话自己说的呀。跟妈讲电话就这么的不上心，说过就忘的。你说的特殊挂念，是个女孩子吧？春雨。听到下次你有好消息。好，先挂了。喂，你好，杨妈妈吗？我是高璇。刚刚青青想说什么，被春雨给打断了。
他没说完的部分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？你想好了吗？再等我一下下。想好了吗？再等我一下下。泡五金寺，马三进五。现在该怎么走啊，哥哥？随心走。刚才不是在校车上吗？什么时候？还有空吗？是不是出了车祸？师父，你车祸后早就康复出院了，但是后来你又参加了一个叫十九层的游戏，又再次昏迷，然后又住到我们医院来了。游戏？十九层？是的，怎么这些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可能车祸还是有些影响吧。你回家后好好休养，后面也许就能慢慢恢复记忆的。什么呀？你要妈妈给我贴的，说是可以缓解用脑过度。你给高璇贴的什么？那还不都是为了你？
啊？那是我老爸托人找的上古秘方，可以帮助恢复记忆的。老轩，嗯，你起来。怎么了？这都是爸爸瞎弄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给你摘。好。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很重要的记忆，尤其是游戏里和你们一起的经历。但是关于你的记忆，从来都不是从游戏开始的。春雨，我会永远像小时候一样守护你。我听说那个高璇整了个偏房。哎呀，你一会儿千万别提，一会儿春雨听见了又锤爆我了。锤你也是活该，谁让你成天折腾高璇？我那也是一片好心嘛，他要是能恢复记忆多好啊！你想想，他连我这个最佳队友都忘了，黯然神伤。你那是最坑队友。哟，今天什么大日子啊，这么风平？哎，大哥，没什么日子，就随便聚聚，敞开了吃啊，不够我随时加菜。你要是请我们去大饭店里敞开吃呢，那你才是真的。老林，林叔，林叔，您怎么回来没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们一块玩的十九层，您还记得吗？十九层，是，我听医生说过，车祸之后我是玩了这个游戏，但是后来我又昏迷了，然后这段时间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记得。那段时间林叔的主体意识都是我爸，林叔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队友，而且是最亲密的队友。你们慢慢吃，我接着干活啊。嗯，你先忙。吃吧。吃饭。亲密的队友。吓到了，是这样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咱们兄弟三个呢开了一个密室逃脱，星期六下午1点正式开始营业，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够拨卡出席我们的密室逃脱店。不一样，没啥区别，就反正你们到时候全部都得来啊，不见不散，去吗？哎呀，强哥能弄出什么东西来啊？想都想不到了。是，我也不信，他
他要是能做出密室，我都开飞机了。我都强哥向来就不靠谱，我都想叫他傻强来着。哎，你喜欢强哥是吧？你为什么叫他傻强？别瞎说啊，爸爸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我姥姥下午有体检，我先去趟医院，你们吃。我跟你一起。好，拜拜。走了。静，高轩失忆的事情，春雨没什么事儿吧？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不过还是挺遗憾的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有个想法。强哥这家店也弄得不行啊。哦，可能这个游戏就是得在这种黑暗的地方进行的吧。哦，对吧？哦，哎，这有那个蜡烛跟火柴，蜡烛跟火柴。哦，有蜡烛啊。啊，还有蜡烛。哎，亮了。哦，哎，这什么？老高，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线索？你去看一下。我去看看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皮影。皮影。好诡异的皮影啊！这么看还真挺奇怪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哎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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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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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一些规则？是这些光能对付这些怪物？是吗？是，是吧？哎，那个，你们看，这有一个手电筒。快快快快，老高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都起来了。你行啊，你挺聪明的。你是不是想起来了？啊？是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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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想起来了吧？是不是？对。有没有想起来什么？是吗？大家都是好意，但不是你们仨演的是对的吗？
不对啊，你之前那个评语是什么？我不在啊。啊，我在，你们跟排练的时候不一样。哎呀，走，没毛病，对吧？对，他们那个排练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不对了？哎呀，你这个密室任重而道远，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。首先你们三个的表演就有待提高，动作设计也是过于马虎了。就是行吧，你们就继续说吧，我告诉你们，再说的话大家中午就没饭吃。别，强哥，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密室已经非常完美了，我几乎都找不出任何的瑕疵。说的太对了，我们环境密室就是最棒的，简直秒杀附近所有的密室商家。秒杀谁呀？哦，强哥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安排一彩蛋？我不认识。那他们是干嘛的呀？附近的密室逃脱商家，你不是要秒杀我们吗？来呀，来呀！喂，那你们是要怎样？警告过你多少次了，密室逃脱链已经够多够卷的了，就不要再开新店了。你为啥不听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啊？啊！再说了，大家开店各凭本事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对，强哥，我听你。等啥呢，小壮哥？动手吧！说了，别叫我真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孔雀，动手吧。走。老高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拼了！拼了！跌跌又撞撞，那又何妨？那一束光。拼了！印在了我的脸上。我们给春叔争取点时间吧。没问题。三郎之事，各个气泡。我同时下台，看有没有用。不对，一定有办法能让大家都痛快。刘美，我叫什么？高璇。兄弟，你也不侥幸啊！团队协作，竟然不识弱者，他是我们所有人最坚强的伙伴。徐同学，作为学长，我还是要给你个善意的提醒，这里很危险，注意安全。放开给我！闪闪。
我相信老高的决定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江哥，破获一起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，犯罪嫌疑人严某作为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创始人，利用 VR 游戏的系统漏洞强制玩家进入游戏，导致多名体验者在游戏失败后陷入昏迷的严重状况。警方经多方调查，掌握了以严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的相关证据，并迅速实施收网行动。截至目前，该游戏已全面下架，所有 VR 头盔和相关设备已实施收缴。Hey, Joe!
想拥有。